乐天女孩啦啦队成员熊妮身材火辣，之前因为跟综艺大哥胡瓜闹绯闻知名度大开，日前她在 IG 贴出一段三分多钟的影片，只见熊妮穿 OL 套装感的衣服，跟随团队演奏英国摇滚乐队 Bring Me The Horizon 的歌曲 Drown， 她打起鼓来毫不马虎，节奏感十足，还开心表示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夜晚。熊妮还问网友，你们看过女生打鼓，但有没有看过穿 OL 打鼓的女生，让网友纷纷嗨回好啦，太凶，熊妮好会打鼓。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吴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姜文雄，是我发现陈美凤。我是黄静。我是郑慕辰。我是萧敬腾。我是你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蓝安。我是 Weekend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郑欣宜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周一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豹呢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。